觉得我对这次的第一次的出勤非常满意，因为我们平常训练的地点跟时间都是我们自己决定，而且训练的地点都是非常安全的，不像这次是天然的灾害，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余震发生，然后腿腿在搜救的时候也有随时都有余震，可是他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自己独立自主的工作，我觉得很棒。第一个会先挑他这个爱吃跟爱玩的狗狗，因为透过吃跟玩才可以让狗狗很开心的去做他的工作。那第二个就是要挑选胆子比较大的狗狗，因为他这样他在面对未来的灾场的时候会比较愿意去突破自己，去找到那个待救者。